国庆序幕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由闻名中外、享誉国际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乐仪队，在壮盛军乐的衬托下，操演整齐划一的高水准操腔表演，祈祝我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紧接着，由华冈艺校带来以运动为主轴的一连串表演，展现年轻人青春洋溢、活力热情的一面，象征台湾锲而不舍、积极向前的精神。最后，中央图案区同学将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乐队的伴奖下进入会场。 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呈现象征和平、友谊、团结向上的九九和平歌图案，请与会贵宾、海内外同胞一起欣赏99年国庆序幕各项表演。恭请大会主席。 立法院王金平院长就主席台位置。军民团结贺国庆，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乐仪队以雄浑军乐、壮盛军威联合的演出。 祈祝我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悠扬乐声。 璀璨99，现在进场的是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联合乐队，他们是国军的一文尖兵，更是专业的军礼部队，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各军种重要军典礼集会的四月勤务，并以慷慨乐声鼓动军民齐心为首要任务。 的陆、海、空三军仪队，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这支钢铁队伍正以整齐的步伐与昂扬的精神排列成欢腾双十队形，配合中央区块乐队弟兄展现的梅花99队形，象征我坚韧步伐。 不屈不挠的开国精神，让我们更加坚信梅花99，台湾99。请现场嘉宾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Thank you.
望部三军一队上校大队长黄松川报告，操演开始。乐队分别以荣耀的旗帜与团结的象征进行曲为主轴，一队弟兄首先排列出荣耀旗帜队形，配合整齐枪法与变换队形，搭配慷慨激昂的军乐，更能激励人心。三军一队旗帜亮丽，旗海飞扬，并以此队形恭祝我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荣耀三军一队创立至今有荣誉部队之美誉，其主要任务为担任国兵军礼吟诵、战力展示、双十国庆表演、忠烈祠三二九、九三春秋暨大典等重要军礼勤务。此外，定期奔访各驻点，包括忠烈祠、忠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慈湖、侯寮等地之礼兵驻防任务。今年一至八月份统计，国内外游客约有400万人次至各驻防点参观，国外游客约320万人次，及礼兵交接勤务间接促进了国民外交，更为展现我国军之严整军容做出最佳诠释。薪火相传，三军一队排列出胜利队形，配合乐队的打击演奏，由内向外，由左至右，呈现出有如波浪般起伏的视觉效果。一队弟兄平日操练时，更以太阳是我们的钢盔，汗水是我们的礼服，枪支是我们的生命，荣誉是我们的信念为精神标的。愿一队弟兄彼此合作无间，并以精准且充满力道的动作，呈现出世代交替、薪火相传的完美结合。璀璨双十，在这举国欢腾且深具意义的国家庆典，
国防部示范乐队及三军联合乐队排列出璀璨双十队形，并以此队形恭祝我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众志成城，三军官兵战志高昂，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坚不可摧，并以为国家生存发展而战，为百姓安全福祉而战为共同信念。现今国军积极推动全民国防，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参与国防建设，发挥军民合作的整体力量，为国家永续发展尽最大的努力。世代传承，三军一队此次表演也将展现国军推动募兵制以来的成果，由自愿役与义务役弟兄共同参与表演，呈现出世代交替的完美结合，为现场嘉宾展现平日所学，借由他们创新且精湛的枪法表演，让国人见识到新一代国军的新精神。创建至今即将迈向100年，今天在这深具意义的时刻，我们除缅怀先贤先烈牺牲奉献的精神之外，更不可忘却这条靠着血路苦难走出来的建国大道，让我们全国军民凝聚向心，热血沸腾胸膛，责任勇敢肩扛，迎接下个辉煌世纪，成为不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操演完毕。